社区消息，彰化市中崁社区内底四个拢有这个 3D 彩绘墙，特别都引来好这个谐音忠犬，彩绘墙诶拢是以狗仔为主角。社区内底四个拢会当看到这个毛小孩画面哦。尤其今年中崁社区也搁利用圣诞节来举办活动，请志工装作圣诞老公公，找来哈士奇游雪橇。社区巷仔内底是满满的人潮，游客无闲甲 3D 彩绘墙翕相。另外一边还阁有志工抓着哈士奇游雪橇，难得个画面更加吸引游客注意。小朋友玩得很开心啊！怎样开心？就是里长蛮用心的，就是有一些举办一些亲子活动啊，让小朋友可以玩戳戳乐啊，然后还有那个 3D 立体的狗狗照那个图案啊、照片啊。小朋友都可以拍摄这样子。李定讲，这台雪橇车是十年前家己设计制作，利用活动才会看出来，好提供游客翕相，袂真正好狗仔来游车。这雪橇车吼，我伫咧十年前吼，我就家己设计好啊，所以吼，伫咧这个十年后的圣诞节吼，特别吼都甲整理好吼，才阁予大家来拍照。跟狗狗拍照这样子。中崁社区因为 3D 彩绘墙名声远播，厝边头尾嘛拢真欢喜，社区会当遮尼热闹。我咧 3D 彩画，会使讲即几来，阮的李长甲恁的师傅上用心，吼，我争取真侪合格偌议员，争取出上侪机会，等下咱的社区也有遮 3D 彩画，亲子活动，今仔会使讲吼，非常侪表演，佮有一挂小朋友来遮唱歌，会当吼来自彰化市所有乡亲，大家来阮。中崁社区，我甲罗议员非常感谢大家来到咱中崁社区，也会使讲今仔日佫非常侪，佫有咱警察局交通队这种带检讨车也来徛来到咱中崁社区。社区理事长就强调，社区的 3D 彩绘墙不管是拢真欢迎游客来翕相，但是社区的环境拢是靠志工来维护，嘛希望大家爱伸手甲粪扫扎走，共同维护社区的环境。大家新闻电视梁中华采访报道。